它是属于那个 Tokyo Sky Tower， 我是在那里跟我老婆求婚的。他很贴心啦，去哪里找一个真心爱你的老公，对不对？太多次了，在家里不想再演这种戏了。放弃流星，放弃许愿，那我错过了那个机会，然后我就遇见了他。有你天天在身边，你后悔吗？我没有后悔。对，如果我去国外的话，我就真的跟他在一起。那个在家，我会跟他讲。啊，他就很有耐心的帮我各个角度拍一遍。希望明年我们有机会一起站上来，一起领这个奖。你们是都有入围最佳男女主角的奖项，那你觉得最佳男主角会是谁拿呢？也是甜蜜药啊。那个 Jeremy 还好吗？河东狮吼，有没有曾经认为？啊，如果你们两个只可以有一个人得一个第一奖，如果上台的话，我还会讲重要的一句话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要谢谢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老公，我老公甜蜜药，甜蜜药，甜蜜药，不止炫，不止炫，不止基本，马上一定要。最佳主题曲《乱掉》，甜蜜药，甜蜜药，谢谢你每天的投票。这次我们放弃。